好，我是我的人间烟火中宗业的扮演者杨洋。杨洋，杨哥，我吗？我好像没什么特殊的技能。不想选你。没有，我听得懂，不用翻译给我听。你对这位对象有想保护的欲望吗？保护的欲望，那必须有啊。但是在许沁面前，还是保护许沁吧。但是在许沁面前，还是保护许沁吧。杨，我们看看你的协调能力。我像迪哥这样协调，可能够呛能协调。来，你愿意保护我吗？我愿意，走吧。我愿意，走吧。很难啊，我觉得。赢啊，给我赢啊！来，手抓起来，三分钟，计时开始。好，两个字。脸蛋儿。脸蛋上。脸蛋上。什么？两个字。痘痘。痘痘。你不能离开他的手。脸颊。脸颊上有酒窝。漂亮，下一题。好，三个字。杨洋自己都像看到了一样。两个字，三个字。加油，可以。越演越像。打开。对，裂开。什么东西裂开？三个字。三个字。烟火。什么烟火？放烟火。回答正确。对，来，好，四个字。天哪，天哪。哟。哇。哇。四个字。四个字。这是什么？他拥抱我。接近。我拥抱他。第一个字，先比第一个字。第一个字，这是什么？心。什么心？爱。爱。然后。拥抱。那叫爱。爱的拥抱。再甜一点。不是拥抱，爱的什么？嗲一点。嗲一点。爱的抱抱，爱的抱抱。回答正确。稳赢了，可以了，我们三个已经不丢人了。小鸭子。接吻。什么吻？吻是对的。亲吻。不对。拥吻。拥吻不是姿势。接吻。接吻。你说过了啊。看这是什么？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漂亮。好，下一题，三个字。谢谢才是我的题。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。哎，加油。我们队的得力干将
上最高的，上最高的。What？ 上最高的。两米六。哎，别别别，两米六人是飞过去的，两米六都没有空间，必须把杆子抓着之后躺在那里。两米六是纸片人，那才能过去。两米六，两米六。来个保底的吧，稳一点。别别，我先来一个那个。我觉得你先来个一米九，你至少把第一争下来。来，我们就是说，咱们新的开始，两米，两米，好。哇，好高啊！这样看，哇。那个我一上去就赶紧拉哈。杨洋挑战，准备，挑战开始。哇，这，哇，是不是你是不是很难？你别想帅了，是不是很难？什么感觉？太快了，意料之外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下来的造型很帅。这个游戏该不会只有迪哥有成绩吧？我是最高，迪哥第一。迪哥，你现在是天儿了，最高纪录保持者依然是我。不是不是。真的真的就那个来的过程中啊、哦、你的那个视线全在那个板子上，你就没想着晃。我觉得再给他一次机会好不好，因为高度 OK， 高度其实是节奏。需不需要我传授一点经验？来，前辈请说。我的经验就是矮点就行，对。人稍微矮一点那没办法，悠起来就行。你们可以先拉我再上，你们先拉我再上。杨洋哥还是两米吗？两米二，两米一，二。哇，两米二，是有一种怎么都过不去了，还不如喊高一点儿。这就跟我刚才喊一米九是一个想法。两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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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米。哎呀，我都有点紧张了。好，现在杨洋挑战开始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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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！哎，有了有了！哎，有机会！哎，有了有了！哎，有了有了！是不是慢了慢了，差一点。他茫然了，他茫然了。哎，别管那个造型，造型，造型，造型得帅。杨，你再要玩一下吗？再试一下吗？你再荡一下吧，荡一下，你再荡一下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摘不摘手套？是手套的事吗？刚才说过。好，那我们的高度，我觉得两米二不行，荡起来的话两米二可能不行。对，两米，他还是刚才那个两米吧。行行行，来吧。好，荡的时机一定要准备好，有可能到的是你正好荡往后荡了。对。哎，找不着那个荡的感觉了，现在。不是，你可以荡起来，我们再动嘛。你先荡。来，先动嘛。来吧，你先荡。好，对对，好。来。来。动。来，有机会，这个时机刚好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可以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没问题。完了完了。
就差一点儿。你是王者，你是王者。六，给你一块背景板，把这个抱起来，抱起来。哎，这个真的蛮有那种极限救援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对，破墙而入。杨洋，如果刚刚那些画面留在刚才那两轮还好一点，这轮再试一次是最狼狈的一次。不狼狈，不狼狈，可爱可爱。三二一，开始呗！三二一，开始呗！三一。别急！好紧张。你别管人家，你注意你的节奏。你老管他干嘛？你让他弄。对，不是我的队友这个节奏，我真的是我也乱你的。你不用管他。三一看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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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一看这边。三一看这边。哎。再看这边，哎。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，就让你看见我脸上的挣扎。你只是我去心里过，那个自私的人是你吗？终于啊！再看这边，再看这边，再看这边，再看这边。OK 了，也打了，手速绝了，可以了，去洗个澡吧。OK， 帮燕哥擦一擦，快快快，给燕哥上毛巾。弟弟和弟弟玩，来，真的是会吃力，打屁股打屁股，哎呀，没事吧，没事吧，没事吧。夏娘，喂，你怎么追我还摔跤啊？这是什么？中意王中王。没事，洗吧。不关我的事儿，我只是跑。还好不？还好吧，哥。上一次追人摔倒的是沈腾哥，然后是开赛了，哦，决赛了，这就。他没有机会，不用上了。他想玩。杨洋不会想对我吧？啊？就每队派一个啊，加个友谊赛，加个友谊。你推第一个，好吧？我不想参加。杨洋才弄明白他上不了了，他要求加一个表演赛推迪哥。好，来吧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好好，迪哥先攻。打屁股打屁股，哎呀哎呀，没事吧。记一分成功，迪哥烫屁股了，太快了吧，迪哥！原来是这么玩的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给迪哥气的。表演赛，好，辛苦两位，辛苦两位。请大家来抢答，要说出歌名儿。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。哎，来，郭采洁。继续答呀，说呀，来，继续来呀，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呢，继续抢答，郭采洁。好，对，他醒了，朋友。
然后呢？郭采洁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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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我发现他每一首歌都会唱。喂！来来来来来！水晶啊，不知道名字呀，我是水晶，我说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任贤齐，好，还有一个，三，徐怀钰，回答正确。这都知道，可以。好像水晶。小小蛙。然后呢？林俊杰。然后呢？林俊。蔡卓妍。回答正确。你让我唱睫毛，你眼泪吻的就好。啊，生气了！气儿还没响呢。怎么样？太牛了，你这个牛。回答正确。就在人心相约，在这花好月圆夜，有情人儿成双对，比翼双双飞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杨洋明明戴着耳麦，他提示的声音居然没出来。对，你是怎么告诉他的？我提示了吗？没。再说一遍。行。全靠楚然自己悟，是不是？什么意思？我现在他们赢了，他们可以任意选一队惩罚，所以早就说了规则了，你也加油嘛！别生气，他只是头皮比你硬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你们的密码是3、2、1，开始。10、9、8、7。六，七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请说出三个字的王楚然对杨洋的初印象。嗯，谁先？他们先说。哦。一人一个字。还还还品还品还还孩子啊。好好孩子好孩子好、这孩子不错，这孩子好，你但凡反过来他都合理。好孩子，孩子好，好孩子。你是不是想说孩子气？对，孩子气。你是不是想说孩子气？还挺好吗？还挺好。孩子好，孩子好，哎，孩子，孩子好，可以。孩子好，这不错，孩子好，孩子正好，行。那么孩子好啊。杨，继续来。继续啥？继续我对你的初印象。要说三个呀。三个字的。惩罚，惩罚，快点。有。点儿。帅。再来一个。第三个不会是头吧？头，发，黑，啊，头发黑，所以王楚然对杨洋的初印象是一个有点帅、头发黑的好孩子。过关，过关，请说出。三个参加过元气满满的哥哥的艺人。谁啊？王燕林王贺贺弟王要庆。回答正确。刚刚嗯，何老师，你刚才说那个丽颖演的，然后她在这儿，知否知否，四个字，三个字，主演是赵丽颖，知否是他们三个字，冰装的花千骨，花千骨，三个字，知否知否，我分了。